不是因为我写得很精彩，而是中国故事就很精彩。2014年到的中国，我一下飞机就觉得终于回家的感觉。我的目标是让更多的西方人去了解中国一下，因为我喜欢中国的文化，所以这是我的一个梦想来这里。来自于英国的音乐人亚当，从小就开始学习吉他，并爱上了音乐，因此在成长路上对音乐的学习从未中断，成为他人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次做志愿者的机会，亚当从英国来到中国，从此他喜欢上了这个国家，并在这里逐梦音乐。中国的音乐它的线条性比较强，旋律，像欧美的音乐，可能我在英国的时候我们组乐队，这个形式比较丰富一些，但是我在中国可能更多的是一两个人的东西，就比较静的一种音乐的一种形式。其实这种形式在全球也是一个趋势，现在很多的场地他不喜欢太躁的音乐，他小编，比如说打击乐也不要太躁的那种打击乐，小一点的，然后乐器也不要就是说太躁的，比如说一些原声乐器，这也是全球的一个趋势，所以我觉得中国也是其中的一分子吧，在这种音乐的发展。 对于亚当而言，无论是在英国还是在中国都可以逐梦音乐，然而他却选择留在了中国西安这座城市，因为他有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这里的气候、生活节奏等他都很喜欢。首先就是西安这个地方很适合去搞艺术，虽然可能它的音乐氛围不是最好的或者怎么样，但是这个地方它的环境还有它的历史都是值得我们去学习。我大学的时候学中国的文学，所以我觉得在西安学这个文学特别合适，因为很多的文物都在这儿，然后就是能有一种感应吧，我就能感觉到这个地方的这种，就我第一次来西安，我也觉得好像有一种家的感觉。这个说起来好像有点奇怪啊，但是真的，2004年的时候我来西安，我就觉得哦，对，就这个地方挺好的。在西安，亚当接触了丰富的音乐元素，遇到了与自己志同道合、理解他的音乐同伴，也有了自己的乐队。乐队成员除了他之外都是中国人，其中一位曾是戏团的二胡演奏者。与中国同伴的合作让亚当对中国音乐的表达有了更多的了解。亚当表示，在中国这些年让自己的音乐之旅收获颇多。像西方的流行音乐，它不是那么的强调旋律，很多的时候更多的是节奏，就你能不能跟着那个音乐跳舞，可能在西方来说这个更重要，但是中国的音乐不一样，所以我能知道这些，我能够去在表演的时候，我很喜欢节奏，但是我也知道就是说有的人他对这个东西没有那么感兴趣或者是怎么样，我就可以做到一个综合嘛。除音乐演出外，如今亚当还开了一间音乐工作室，他用自己的方式帮助来这里的孩子接触音乐，在快乐的氛围中学习音乐，感受音乐的魅力。亚当说自己很喜欢面对面的音乐交流，在演出和教学的过程中也会迸发出新的音乐灵感与音乐兴趣。我觉得孩子能够在年龄小的时候或者年龄大一点的时候能够对音乐有一个准确的认知，我觉得是很幸福的事情，所以我愿意去传授这个东西，因为音乐对我来说很重要，所以当我看到孩子他也喜欢的时候，我就很愿意就去引导他，去给他一个准确的方向。在西安，亚当不仅成就了自己的音乐事业，也认识了自己的中国妻子，两人还有一个可爱的儿子。亚当说现在家庭和事业都在中国，未来这片土地上的逐梦之旅还将继续。他表示会花更多的精力创作原创作品，做喜欢的音乐，对未来充满了信心。